大夫，我得的是什么病？你感冒了。请按时吃药，多喝开水。这个药要怎么吃？一天三次，饭后半小时服用。有副作用吗？可能胃有些不舒服。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吃药以后最好不要做剧烈活动，多休息。谢谢大夫。好，祝你健康。嗯。